的意见差不多，真的是唱的声音有点故意压太扁了啊、哦，但是整个那个情绪带动得非常好。那最后那个 ending 那个地方，我觉得包括你躺下去那个拍子都刚刚好，对，我觉得很好，蛮过瘾的。哦，很过瘾，很爽哦，辛苦你啦哈、哦！感冒这样子还飙成这样，不错不错，马上看第一轮孙智友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孙智友无乐不作得到的分数是。哎呦，22分！小林老师、张宇老师都给了满分。小林老师，我刚看你好开心，你还跟着他一直大唱，你简直像电影里面那个歌迷一样。我觉得就是老师刚刚讲的，真的就是你会看到这个人，他是全部他会的都奉献出来，然后可能他今天状况不好，可是他还是非常尽力。你可以看到他就是完全尽力，就是。走到每一个地方，然后把自己所有的都丢出来，这样我觉得很棒。还模仿前辈高对凌风大哥，还有诸葛亮大哥，对，他的脚抖有没有一点半身这样子，驼背那样。我解释一下我的分数，从头到尾其实都只有3分，但是最后那个高音变4分，躺下去5分这样。哎呦，原来如此，好吧，大家加油，唱到有救护车来6分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不错不错啦，好不好？那你加油，第二轮还要继续奋战。好，谢谢孙智友。第一轮比赛结束，孙智友以85分占据首位。即将展开的第二轮比赛会让六强排名出现什么变数呢？杨俊文，请出列。杨俊文，你现在的战略是什么？继续唱下去啊！我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是最有资格豁出去的人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不要怕了嘛。我管你啊，我再怎么唱，哎，说不定我就唱到25分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去管前面，你就是今天要豁出去。而且第二轮呢，就是他们自己推荐说，他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 K 歌，可能一般人比较没有在 K 啊。你要推荐的是五月天的《突然好想你》，为什么？这首歌让我很多回忆。哦，对，以前我一个朋友很喜欢唱这首歌，可是我们 K 都唱不上去，还是爱唱。可是他在我参加比赛，的几天之后，就唱完《狼》那一集，他就去世了。对，很好的朋友。然后我想唱这首歌来纪念他。所以你现在情绪还可以，我听你讲都有一点、一点点哽咽的感觉。现在可以唱吧？勉强试试看可以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就平复一下情绪，我们叫孙智友再上来躺一下。OK， 调整好你的心情。这首歌是杨俊文想要推荐给大家的，《突然好想你》。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想念如果会有声音，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，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，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。